的，噔噔，这个是圣诞节我们会拿来装饰的小灯泡，那其实它也可以拿来拍摄时当作前景效果来使用哦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吧。要这么近哦，这是广角啊。那我的鱼尾纹都会跑出来，骗呢？真的看不到，骗呢？三二一 ，Hello， 今天准备了一个小道具，就是这个。